现在准备出发邵阳了，这是你的真爱。哦，哎，终于，哎，这个要吵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宝，明天我们要去邵阳参加老罗和小北的婚礼啊。我们去沾沾喜气啊！老罗给我说过几次啊，想尝一下我们湘西的这个重庆啊，这次我们刚好过去给他安排一下。不过扯是扯不得了哦，我们牛儿山这里重庆少，我们现在去芙蓉镇那边买一点啊。你跳得好，刚好跳到这里来了。包谷球门。霍姐姐。80。大霍姐姐。80。再说霍姐姐。50了。霍姐姐，你看到这里我就没放。80。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吴总卷了，这是最大的吴总卷，相信你面子。吴总卷，这吴总卷挺漂亮的。吴总卷，吴总卷青色的，那个有点丑了。167.4。老人家就没得看价了啊。也难的啊，也难的。再买一点，还不够。买了吧。那么价格都不一样。小月来。都要了，都要了，都要了，这些都要了啊，那些也要。我还没亏啊，那我先来，你把小的包袱拐。啊。你是你刚是买的好多？70。你们这边中奖怎么这么多？7000。大概买了多少斤了？大概有6斤多了吧。那不够，再买点，越多越好。再买2斤。哇，这么多重庆，来这包拐，这包拐。你搞包没？这包全不要了吧？郭姐姐。70嘛。70。好，全部要了。几斤？3.8斤。好，差不多买了10斤乌虫卷啊。看看今天买的虫卷卖相怎么样？整体还行吧。我都没具体看了。这种是卤式的，这种也是卤式的，这种也是卤式的，这种是70。嗯。这种是80。现在80。80。不知道。我感觉80和70差不多。今天重庆这个价格都把我喊懵了，什么价都有，从50到80都有。50的那种人太大，这么大的，你觉不这么大的？那个看不上。哎，那是没有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回去吧，装箱子。现在准备出发邵阳了，我们昨天晚上就把它打到个筛子里面，不然怕污染啊。现在开始装到箱子里面去，干了一点，直接堆里面。轻点。小的没事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。怕老罗那边亲戚朋友比较多，不够吃哦。我们又买了4斤。把箱子装满起来。嗯。这应该能装满了，哇。第一次来邵东，但是我发现他们这边好像也有山。嗯。这是属于平原。矮一些，对。嗯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下车了啊！哦，就是这里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！不，到了啊！哇啊，勇哥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那我来，感谢王哥，啊、王哥接我的，啊，好，东西取一下，哎，我们取下东西，这是你的真爱，哦，哎，终于，哎，这个要藏起来，哇，这个吃，买了两盒那个草莓，还买了草莓的多子多福的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不知道是你是哪一年的。我38，你盘比我大啊！你盘比我大，那肯定比你大得多。我意思也要抓紧的啊！那很快了啊！刘伟要催催他啊！很快了，很快了！哇，那边好的那个大风车，老板，欢迎欢迎啊！早生贵子。虽然一个湖南的，我们也互粉，经常看视频，但第一次见面。老罗是我铁粉，我在后台看的。老罗是我铁粉。哦，应该是。这个叫什么镂空房子，透气不透气，那种东西不烂，这是我们东宝从湘西大山里面给我拔的，没买一根大理，我买的，你买的，那个、你怎么这么实诚，拔不到，哦，然后可惜的是这个厨师他说他不太敢做，他藏不来了这里人，对他有点担忧啊，所以说只能说，明天我们小聚一下啊，小聚一下，我来一下，我来上手，可以，那就等明天啊，我再露一手啊。他们这边人好像不会炒这个重庆，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。我看他们这边也有山呀。对啊，可能是有的地方不长。对，可能是这个地方是不长重庆的。它山呀，看起来还蛮舒服，还有好多风车嘞。开饭了吗，老罗？开饭了。开饭了。哦，吃饭去，干饭去啊。一说到干饭你就兴奋。来，牛肉。
好吃啊，这菜。慢慢来，宝贝。这个菜真的，真绝子啊！感觉这每道菜都很香。慢慢吧，慢慢吃。不知道是不是我饿了，我感觉每道菜都炒得特别好吃。我也觉得好吃。你今天吃饭超标了，这是第二碗了。今天吃了两碗，有一两个月没吃两碗饭了，太饿了已经。我们现在就准备休息了啊，明天还要早起，闹回房去啊，养足精神啊。好吧，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拜拜。